今天是2022年10月13日，离选举还有2个星期。今天我们看了3场选举活动，一场是瑞穗乡乡长候选人许德志的活动。乡亲大家好，我是瑞穗乡长3号候选人许德志，今天是我的竞选总部成立茶会，也是我第3次参选瑞穗乡的乡长。我很坚持，我为了瑞穗，所以我再次参选，也希望乡亲能给我力量，能把瑞穗打造一个最棒的观光城市，幸福瑞穗。我也希望大家能给我支持，让我继续的打拼，为瑞穗服务。感谢大家。举起你的右手，儿子。请你们当德志的靠山，当德志当选之后，让他